我的手指头是这个大拇指，还有这个大拇指，这旁边是这个地方断的，然后剪了个缺口，然后是这只小指，这三个是要补螺丝胶的。第一步就是先给它擦干净，刻模并擦干净，然后等晾干。晾干了以后，咱们先涂一个结合剂。结合剂涂完了以后，涂一个底胶。比较薄，用力的刷。好，大大。底胶照灯后，擦掉浮胶，晾干取萝莉修补胶，按压在甲面。这是95酒精，粘底的时候粘点。太小，按压都会哈。再用干净的手指头沾点酒精，按压平整。缺口处轻轻按。照灯后用海绵砂条打磨平整，再涂一遍底胶照灯，擦掉浮胶。现在涂的是高级柳的薄涂的第三遍。我涂的时候就是主要是把左侧前端给它填满，然后右边的话因为一会儿要做造型，所以右边就不用涂，右端的指尖不用给它涂的特别饱满啊。这地方就是留着的啊，特意留的啊。彩绘胶调个蓝色，字幕表示不会编了，就看看吧。再重复一次就好。极光粉11号直接涂在照灯后的蓝色部分位置，一点点粉就够了。粉涂完，整甲涂流平胶照灯，注意要包住粉哦。流平胶照灯后，擦掉浮胶。
今天的。